小泽君，听了你的汇报，我突然在想，这个叫张克的自投罗网，会不会是八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叫壁虎断尾的计谋呢？那您的意思是？ 你看，张克受了伤，已经成为了队伍的累赘。在这种情况下，他很有可能选择牺牲自己来保全自己的小队。要是这么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杀戮，依然藏在金台村内。混蛋！我们上了他的当。郑总，请您下命令，让我返回金台村。 杀他一个回马枪！可惜啊，你们把金台村的村民全都给杀光了，这个村子已经消失了，所以他们是不可能还在金台村待下去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些黄金，金台村的百姓们，春兰姐、冷梅姐、金队长，还有那些交通站的同志们，全部都牺牲了。张克也是生死不明，牺牲太大了。我还能坚持多久？不，我不能动摇。我们护送的不光是黄金，王连长、苏指导员把他托付给我，这不光是400两黄金。 是一条八路军的给养通道，它不能在我手里断掉。鲁中南根据地居民的转移需要它，中共中央北方局需要它，抗战需要它。现在把这箱黄金安全地运送到根据地，就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使命。对，我一定能够完成它。 小儿啊，到下个道口，你就往东拐吧，过了河，就出锦台了。你自己个儿啊，往平都县城奔，早点回狗家店，听见没？啊！苟金石，你又想你安走啊？啊！你说这大荒郊野外的，还一个人往回走，路上要是遇见个鬼子，俺咋办呢？ 不能，鬼子刚涂完村，人累了都夹去了，你就自个儿走，到下边黑前走累了，就找个村子住下，第二天接着走。啊，孔金石啊，你就不是人，这鬼子还有累的时候啊？你们这是啥队伍？就这么保护老百姓的呀？别以为俺不知道你心里那点小心思啊！行啊。
相比那个被我们俘虏的八路，石头哥，你真放心让小小姐一个人走啊？那有啥不放心的？小时候前儿，俺们俩在外头耍把式，经常走着的，没事儿。那你跟他那一决，你们不成亲了？就他那纸老虎脾气，等俺送完这金子回去哄他两句就没事儿。哦，谁跟他成亲了？俺没跟他成亲，俺没跟他成亲。俺不都说了吗？俺跟他是娃娃亲，娃娃不懂事儿。闹了半天，你是个陈世美啊你？这是陈世美啊，娃娃亲跟陈不陈世美没关系。你就是陈世美，你才陈世美呢。我说你小，什么都看不出来吧？啥没看出来啊？陈世美，他呀，别看他壮壮冲冲的，那对媳妇是真疼爱。这也叫疼爱啊？咱们这一路上带着黄金，少不了跟鬼子要刺刀见红，这带着媳妇儿，你死我活的，能有好吗？那倒也是。别走了，上哪儿啊？金队长说过，下一站是双阳殿，咱们奔双阳殿吧。不成，鬼子包围金台村的时候，俺就纳闷了，你说说，他们咋就知道咱们到金台村呢？那不是大狼狗闻着味儿找来的吗？那狼狗是会飞呀，还是咋的呀？那么快，你都不知道，俺们从榆树村到你们下小铺子的时候，那鬼子就在果树林子里蹲着呢。咱们前脚到了金台村，他们后脚也到金台村。你说说，他们这是会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啊，还是说到就到的曹操啊？金队长也说过，上级曾指示提醒过我们，电报出了问题。我想，一定是鬼子知道了苏指导员的计划路线，所以我们得改变路线。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去双阳殿，那不成了自投罗网了吗？对，所以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啥？反倒只是，那又是哪儿啊？我们去潍坊县城。那可是鬼子们的地盘啊！你是想救老客吧？想救张客就说救张客，什么道又直的，别闹那么大圈子。这是因素之一，难道说就不救老客了吗？嗯，要俺看啊，还是先送你的金子吧，救不救老客啊，以后再说吧。狗金石，咱们这个队伍是不能抛下任何人的。你终于说这句话了，哎呀，你终于说这句话了，俺还以为啊，你光顾你的金子就不管老客了呢。哎呀，中，看这样啊，俺还真没跟错人，你不是那种舍老客保金子的人。哎呀，救老客啊，就去潍坊。这会儿啊，老客应该被鬼子押潍坊去了，就去潍坊。行了，抓紧时间赶路吧。走。我现在就去通知各个城门，严加盘查，一经发现他们，立即抓获。等等，你这样会把他们吓跑的。我想我们应该使一使障眼法，松懈城门的盘查，宽进严出。我们既然已经抓到了张哥，一定要用他好好的做一做文章。通知下去，在城里的大街小巷贴满告示，告诉全城的老百姓，我们已经抓到了八路军的引军队长，明天就地处决。嗨，怎么了？啊，没事没事，走。啊！哎呀哎呀哎呀！谁？别举枪！别举枪！是啊，小脚。
哎呀！喂，不都说好了吗？你不跟上来？哎呀！哎，行了，都别演了，让他跟着我们吧。他一个人在后面也怪危险的，加入我们还安全点。懂事呢，俺向你保证啊，以后在这队伍里面，俺就听你的，你的命令俺坚决服从。不过我要把话说在前面，我们的人虽然很少，但也是八路军的队伍，在八路军队伍里面就要遵守纪律。我不管你们是不是两口子成没成亲，但在队伍里面，大家就是战友，是同志，明白吗？明白。明白吗？明白明白。你放心，俺对他一定对跟你们是一样的，革命战友。哎呀！行了，赶紧赶路吧，天黑前到县城。狗急是白丁，去把枪埋起来。这个埋起来不中，给它藏草里头吧。来来，都废话，走。跟你说啊，待会儿进城了啊，别嚷嚷，听见没？哎，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吧。哎，那儿有家旅店，那我们先去那儿。里面请，里面请。客官，这就是您的房间了，您看看。啊，床在那边。有什么需要的话，您随时招呼啊。谢谢啊。哎，圣诞节，咱们就两间屋，石头哥他们两口子得住一间吧？那还剩一间，咱们两女一男咋住啊？这丫头就别瞎说。老客都说了，咱们这伙子人，就算人再少，那也叫八路的队伍。人家这八路的队伍就得有那个组织性、纪律性。那八路的队伍就得男的跟男的睡一起，女的跟女的睡一起。走，丁子，咱俩睡那头那屋去啊。白丁，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你们出去打探消息。哦，那个，俺跟你一块儿去吧，咱俩路上有个照应。哎。想吃啥？俺给你带回来。走。那俺也先出去了。你想跟我说什么？我虽然不是你八路，但是这一路我们一起打鬼子，也算是共患难吧。有什么话你可以直说。好，那我就直说了。你的事情我多少听狗进士说了点儿，但是今天我想听你亲口说，你到底是什么打算？你想让我跟你说什么呢？我明白了，你还是对我不放心。是，我是对你不放心，因为我要对我们运送的任务负责，更要对苟金石他们几个人的性命负责。好好好，我告诉你，我的目的很简单，报仇，就是杀鬼子。
你这种心情我理解，但是白丁，我们这个队伍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护送黄金。如果你只想报仇泄愤，那就请你离开我们的队伍。好，我答应你，以后我尽量服从你的安排，可以吗？好久没逛过这城里的大街了，跟着你们可真好，还可以进城逛逛。小脚嫂子，你可记住了，咱们进城啊，可不是来逛街，咱们是来执行任务的。对对对，执行任务，顺便逛逛。哎，妹儿，你长得可真俊，俺跟你打听个事儿呗。啥事儿啊？你石头哥和你那个盛楠姐，他俩是不是相好了？姐，你瞎想。石头哥跟盛楠姐好，那怎么可能呢？石头哥啊，配不上俺盛楠姐。净瞎掰！你石头哥顶天立地的一条汉子，配谁配不上啊？就那刘盛楠，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对谁都那么凶，跟不会笑似的，他才配不上俺家石头呢。对对对，所以说啊，石头哥跟盛楠姐好，那是不可能的事，对吧？我告诉你啊，可别想糊弄俺。啊，在男女之间这些道道可是一瞅一个准儿。跟你说吧，自从那场大水，俺跟你石头哥这也好几年没见了。他要是看上谁了，跟谁相好了，或者是娶了二房了，俺也没话说。不过俺就是想心里图个明白，你就告诉俺，他俩到底啥程度了，生米煮成熟饭了没？哎呀，嫂子，你净瞎打听，鬼子成天追着咱们跑，咱们命都顾不上，还顾得上什么生米煮成熟饭？哎呀，好了，不说这个，咱们还得忙正事儿呢。哎，啥正事儿啊？一看你就是个小门，你不懂事儿。俺告诉你，这男人就是女人天大的正事儿。一个女人连自个儿的男人都伺候不好，都守不住，还瞎忙活啥呀？哎呀，行了，嫂子，走吧。哎，你干什么呀？走了。哎，这个家伙，哎，看看去，你没事啊？哎呀，可不是嘛！发了张嘴，我凭什么？希望你们能够一切顺利，平安转移。前面一个路口，咱们左转，快跑！
这不会是个套吧？就等着咱们去救张科。就算是个套，也得往里挑。我就不信他这套能把咱们给勒死。苟金石，这件事情不能冲动，我们必须要仔细计划。更何况，我们刚到这儿，人生地不熟的，又没有找到交通站，又没有支援。我看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胜算。等你有胜算了，那老柯脑袋就没了。就算那套再险，你也得试着往上套套，不能不套。从他们的伤口看，我们的老朋友已经来到了潍坊。又是那个耍飞刀的家伙，而且刘沈南他和他的战友们应该也来到了这里。大藏军的判断果然正确，我们没有白白的等待，而且他们肯定看到了我们张贴的告示。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明天就有好戏看了。来，把桌子请来。石头，这啥玩意儿啊？这么沉。就这点宝贝东西，啊，俺们俩跑了得有八条街吧？啥宝贝？鞭炮。哎，这老柯眼看就要被害了，你还有心思玩鞭炮啊？苟金石，这就是你的锦囊妙计啊？咋的？这是俺的秘密武器。你就打算用这些破鞭炮去炸死鬼子吗？这不是这母老虎啊？这咋让不让人说话了呢？这话还没说完呢。这老客被抓起来了。我比谁都着急。这，朱梅丹，俺知道你心里头着急。你惦记着老柯，你放心，明天俺一准把老柯给你揪出来。用什么揪啊？就用那些炮仗吗？那这会儿没有别的东西啊，俺可真是把能想的招都想了。这现在不说别的，要有两挺机关枪，我连寻思都不寻思，我直接抱着我就冲进去，把那个什么什么小的一郎、二郎、三郎、四五六、七八郎。就九郎、十郎、十一郎啥的，就行了。我都给他图图了。我，你笑了就中了。你别看你人长得不大，你刚才那样还真挺吓人的。那是因为我真的着急了呀。那些炮仗到底有什么用？俺跟白灵都商量了，明天呢？就把这些招都用在小鬼子身上，啊，再把他炮上一点，白灵开枪不开得准吗？是吧？上来先叮咣干死几个小鬼子，这样一来呀，他们肯定吓一跳，这吓一跳啊，很有可能就乱了，就黄了，这背不住就把老柯给带走了，就带走这会儿，咱们就把老柯给揪出来。可是这样行吗？会不会太危险了？那险，这一道比这险的事儿多多了。再险都得试一试，你总不能眼看着老柯被日本的给打死了吧？不能。那个九妹子，俺问你个事儿呗。你说。这要是被抓走的不是他张柯，是俺苟金石。你会这么担心吗？哎呀！咋了？咋了？耗子，有耗子！耗子哪儿了？耗子？哎，哪儿呢？那么大的耗子！别瞎说，是哪有那么大耗子呀？那是狗。真有你这啊！
这边。哪头啊？你找找，尝你一下啊，可大的耗子。这里头呢？好好找找。哎呀，这耗子它挠床板俺倒不怕，怕的就是它老惦记着挠人心，对吧，妹子？我咋没看见呢？咋能没看见呢？那么大的耗子看不见啊？行了，早点休息吧，明天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嗯。没有耗子。中佐，情报科已经查到了那个混在八路当中军统的人。怎么了？他叫白树生，是军统在平度组织的人。他的枪法和身手都很了得。据说他受过什么专业的狙击训练。是吗？是的。而且我们在平度那边被暗杀的那些军官，好像应该都是这个人干的。我知道了，下去吧。嗨。属下，哲棍，将军夫人那边怎么样了？夫人已经没什么大碍，已经派人护送她回国了。只是什么？只是夫人的精神状况不是很好，总是在骂大将军，说大将军一味的使用暴力，所以才在隘口那里损失了很多帝国的士兵。还有那天夜里，佐藤已经看见夫人就在那些八路的手里，还朝着那些人开枪，分明就是不顾及夫人的死活。我想这也一定是大藏指使的。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将军伤得这么重，他却找了几个庸医草草的治疗。大藏耕作，这笔账我记下了，我会跟你慢慢的算。先生，听说今天枪毙的张克就是八路军运送黄金部队的队长，关于他的详细情况，您能多透露一些吗？各位尊敬的记者先生，张克是八路军从胶东根据地向鲁中根据地秘密派遣的黄金护送部队的队长，长期以来，成千上万的黄金从胶东根据地运往其他的根据地，甚至有大量的黄金被转运到了八路的老巢陕北沿岸。此次我不将张克拿获击毙，就是为了向大家宣告，八路军的这条给养线路已经彻底的覆灭。这可是大事啊！这怎么可能？是八路军完了？怎么会这样啊？因此，八路军的财政危机已经到来。从此以后，他们将吃不上米饭，穿不上衣服，会非常的悲惨。那么，他们拿什么来和我们战斗呢？我想，这场战争的输赢已经不言而喻了吧。走，
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将这些八路一网打尽。小泽君，你要当心，乐极生悲呀。对了，行刑的时候不要安排太多的人手，好让他们上钩。我们其余的兵力全部隐藏起来，伺机行动。 明白。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差不多了。苟金石，我还是担心，你说凤小角能把那些黄金看好吗？不会有什么闪失吧？你就放心吧。 俺盯住他看好的金子，他肯看不好了。他肯定抱着那金子，寸步不离的。我是怕万一咱们回不去了，那……你别老回不去，回不去的，回不去哪儿啊？还是那句话，就算俺回不去了，你也得回去。你们呀，抱着金子直接聊，别管俺和老客。你永远都那么自信，这一路出的事情还少吗？那咋整啊？ 对了，春兰，我让你帮小角写的那张告示写的怎么样了？写好了，苏霞募兵卫，限次速归，对吧？圣殿前，嗯，要是三天以后，咱们真的回不去，就让小角把那告示贴出去。好，只要小角能照办，就算我们都牺牲了，金子也能送下去。嗯，这个告示贴出去。 你觉得能有用吗？这是我们的暗号，只要交通站的同志们看到告示，就能找到小蒋，黄金就能继续送下去。傻气儿了，要俺说呀，就见机杀机，见驴杀驴。时辰不早了，赶快各干各事儿吧。苟金石，你一定要小心。放心，就等着放鞭炮庆祝吧。不过可记住了啊。 听钉子的枪响啊，他枪响，炮仗响啊，枪响炮仗响，记住了没？春兰，使尽浑身力气把那手榴弹冲着小日本的，能扔多远就扔多远，能扔脑瓜蛋的不扔脖子，听见没？记住了。行行行行，哪儿那么多话？春兰，记住，扔手榴弹之前把引线给俺。好。你这才是废话呢，人家春兰不知道啊。 等等，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哎呀，是老客上刑场，又不是咱们上刑场，还走吧啊！ 少安勿躁，小泽君。看来你的修为还是不够啊。
郑总，有什么发现吗？ 行行，马上就要行刑了，他们怎么还不动手？难道他们真的没有来吗？小将军，你们准备好，听我口令。 马上转移人犯，快！我去看看，立即附近他们的游击队。好的，小将军，你们一起过去。明白。
黑，俺来救你！哎呀，这跑啥呀？这让鬼子吓着了还是咋的？你站那儿啊，老柯！你站那儿啊，你跑个啥呀？郭金石，老柯哪儿了？